所以检查不出病因，然后建议转诊精神科。哇，这以前的电话好老旧啊。喂，杜先生，我是何老师。你看看，我听说了，美心这次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你别慌，赶快带来给我看。我们寝室慈姑观音，慈姑观音有没有？哦，是慈姑，不是慈虎哦。不要担心。抱歉哦，一直都讲错了。上一次治好了，这一次一定也可以。上次治好了，这次一定也可以。我觉得被下降头了吧？就一直包钱给他，根本就换钱。哦。夭壽。被下蛊了啊！我觉得。带上去，所以不要太过于迷信，你知道吗？迷信这种东西。终于在此，为爱女杜美心请命，爱女受恶煞侵扰，魂不附体，恭请慈姑观音大师自杀收魂。自杀收魂。杜先生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？什么也没看见。我看见了什么？有看到烛火吗？有看到烛火了。是元神。元神。烛火怎么样？谁知道？火在闪烁，代表他现在魂不附体。所以呢？还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眉心吗？这边看到箱子，看有没有你女儿的痕迹。这么黑，谁看得到啊？可以通行的地方。通行的地方，通行的地方，谁看得到这种东西？我只看到一个箱子而已啊。这边是不是？哦，有，打开了。慈姑观音会引你门路，引你门路。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了我的钱，给我更多的钱，谢谢。我要更多的钱。有光就跟着光走，有看到什么就讲出来，看看有没有美心留下的东西。美心留下的东西，这是一纸船，纸船。看到什么？纸船，船是不是飘在水上？水是慈姑观音在引路，跟着我念，跟着我念。水能通灵。船为摆渡，恭请慈姑观音引路。恭请慈姑观音，慈姑观音引路。放水灯的河流，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？有有。河上有沙洲，沙洲是慈姑观音的化身，快要当你的路，你走过去。老旧电线杆，有没有看到特别的地方？没有，哪里有特别？我有看到眼睛。我看到一座桥，那很接近冥府。冥府。继续跟着。我可以走这里吗？不行。哦，通往冥界哦。居然，下面都是不要管桥下的人，哦，他们在受自己的业火，自己的业火，受自己的业火。你上辈子偷吃了一堆人的蛋挞，今天啊，这辈子下地狱，你的蛋挞通通不能吃。有没有蛋挞？再吃别的蛋挞试试看呢？再偷吃试试看呢？我就想要这样往下走，哎，接受我自己的业火这样子。看到什么？牌楼。混下去。有没有路？
有阶梯，那你就去往上走。上走。通天梯，跟着我内心叫。通天梯。公民慈悲观音，度世灵显四方。度世灵显四方。公民慈悲观音。恭迎慈姑观音。恭迎慈姑观音。好像什么某个饶舌 rap 那种感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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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杜先生，这是地狱惩罚罪人的地方。哇，这边和你没有关系，不要碰任何东西，赶快走过去。别担心，你女儿不在这里。被压死，惩罚罪人，各种哀嚎。他们生前都是罪人，生前都是罪人。你只要看好自己的脚步。通通都是罪人。哇，这个姿势我觉得可以。行。不要停下来，继续走。我可以停下来吗？我想停下来啊。有一些是女性，这看出来是女性。哀嚎中，哀嚎遍野。我来光光哦。你走出来了。走出来了，前面那应该是我女儿吧。这应该是我女儿吧，站在正中央，还是说那是慈姑观音？你看到什么？树。对，那是你的本命树。我的本命树。想见到慈姑观音，要先内观自己。内观自己。你要走进自己的心。我要怎么内观我自己？贴上去就是内观自己，以贴。这边看到的就是你的内心。我的内心。你要找到往上走的路，这条路会带你走到内心深处。内心深处。哇，好多笔哦！我的内心里面全部都是书写，所以说很多笔，正常的，都是写作嘛，作家嘛，是不是？那边有你的元成功，你的元神就在里面。等一下，你要用元神去感应慈姑观音。元神去感应，这个元神功，一堆笔。如果这样，我的元神功是什么？看到门一堆游戏摇杆。进了门之后就要靠你自己，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理他。我就是要理啊，怎样？有什么事情就念慈姑观音的心咒。哎，有两扇哎！不可能，不可能有死路。慈姑观音封死了一条路，就一定会指引一条更好的给你。这是厕所哎，不可能有死路。好吧，另外一条，那条不能走，走这里喽。哎，哎。杜风雨，嗯，看这里，是我啊。几年不见都不记得我了吗？不要理他，不是吗？可是我在理他哎、欸。你还记得那朵花吗？噔噔噔噔噔，哪一朵花？我种的那一朵。你种的那一朵。那女孩好喜欢那朵花。哦，是啊，对啊。天天盯着它看，每次掉了一片花瓣。他就拔自己的指甲去重新完美它。啊！拔自己的指甲，花黄了，枯了，枯了。他就拿自己的血来浇，恶心。终于让小花开花结果，他就是那么宝贝他。哦，好哦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小花终究是小花。结了果以后，他承受不了重量，倒了，还是被压死。他讲的应该是美心，很遗憾吧？承受不了压力。但我们都是作者，是不是？不是吗？
承受不了压力啊！会救他，去吧。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，就在前面。去挽回你的希望，挽回你的希望。哪一个才是美心？其实看得出来，我知道哪一个是美心，是这一个。美心喜欢的是这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才没有，花开得很好啊。不要这样乱说，爸爸做得很好。爸爸做得很好。爸爸最好了。我靠。全世界我最喜欢爸爸了。哎。Oh my god！ 我怎么收这么多女儿了？哇！我哪收这么多私生女啦？吃过观音，吃过观音，啊！全部都吓跑了。你的坚定驱除了那些魔障。哎呦，到了、哦！现在慈姑观音亲自显身，亲自显身。美心的魂就在这里，你要诚心对慈姑观音发愿，发愿来保住你的女儿。慈姑观音发愿保住女儿。啊，还愿了是吗？这是故事的这个开端，还愿。我对了慈姑观音发了什么事之后就要还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老爸到底啊用什么东西来还愿女儿的灵魂。女儿在这里，汤匙，吃饭了，消失了。用自己的眼睛。爱女杜美心受因果业所困，因果业神蒙蔽，此赴杜风雨发愿，愿现我光明，化爱女心头阴霾。然后呢？擦自己，挖掉自己的眼睛。哇！哇！这挖什么东西啊 ？Oh my god！他挖什么东西出来？右边的眼睛，有必要到这样吗？喂，把机会，那什么东西啊？看不见了，我眼睛又恢复正常了。继续往上，用一颗眼睛作为担保，这样子吗？营造营造，又要拿汤匙了。又要拿汤匙了，这是要挖哪里？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把自己两颗卵蛋掏出来，掏卵蛋，嗯，还没讲说要干嘛。又要干嘛了？女杜美心受因果业所困，哑然失声。哑然失声。风雨发愿，愿现我口舌。哇！唤爱女天来歌声。口舌。Oh my god！ 这已经丧心病狂了吧 ？Oh my god！这哪拉得出来啊？要剪刀剪一剪了吧？哦，你先，
舌头这么长吗？舌头有这么长吗？好像有这么长哎、欸，还说这个家伙天生舌头比较长啊。心神已经回归了。接下来是最后的祈愿。最后的祈愿。从哪里开始的？就回到那里作结。嘿，从哪里开始？从哪里作结？这里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舌头被拔掉，眼睛被挖掉，我操！是邪教仪式了吧？太扯了。接下来要干嘛？这个是剪刀。嘎的，这是什么？剪刀，剪掉自己的小鸡鸡。从哪里开始？从哪里结束？什么？爱你多美心，受因果业所困。现在可以讲话。折翼，凤凰折翼，渡风雨发愿。愿显我心血，献血救爱女，飞黄腾达。看，这已经，我已经入迷信过头了。天哪、啊！走火入魔，这家伙。结束。拔出来。现在算是完成了，算是完成了。最后诚心的叩拜慈姑观音，叩拜。只要慈姑观音感应到了，一切就会圆满，一切就会圆满的。哦。哎，过于迷信，奉献一切。嗯，祭拜完了，我现在人在哪里？这是哪边？慈姑观音，观灵术，通灵问世。观灵术是一种流传已久的仪式，借由其 key 档引导，利用咒术将人的魂魄带入灵界。元成功是人的体内意识空间，观元成功能够调整心灵内在体质磁场，从而去预测并改变自己的运势。问世需写明自己的地址、生辰八字，请持咒者回答问题，指引方向。事业运途、身体健康等皆能申问，家有重病者也能来寻求方法其改善或痊愈。好哦，名字，嘿，我可以出去吗？不行。哇，我磕完头醒来之后，我现在就在这里了。这就是慈姑观音。等一下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很像庙宇的地方？问世结果，看见沙洲等于与水有关，莲花连接患者在灵界的鬼魂，看见花沉入水缸等于患者要泡在缸中，泡至缸中，放血入碗，缸中加醇酒不可渗水，患者泡至缸中啊，不就是把女儿丢到里面去了？老师建议如下：酒者活血暖身，去寒化湿，酒浴对身体有益。泡酒，药酒泡入活蛇，可以引药上行，进入火了。可与慈姑观音大士分取蛇将精气，使法力通达全身，扫除一些病痛。建议步骤：发愿者以名指遮住双眼，连接自己进入轮界，备妥一缸纯酒，不得渗水。高粱酒热，烈酒为佳。入灵蛇，发愿者滴入自己的活血入缸，以魂换魂。
患者入缸，患者离缸晋升，与慈姑观音向前跪拜答谢。患者康复技能自行起身，旁人不得干扰中断仪式。冲三小，我女儿是这样子被我弄死的，是不是？有厕所哎、欸，这到底是哪里啊？是不是摩托车的声音哦？做这么写实是不是？干终极迷信哦！哇，这芒果哎、欸，这是芒果吗？哦，突然想吃芒果了，来吃一些啊，吃一些啊。这是谁啊？这男的该不会是我吧？这该不会是何老师吧？啊，有没有可能？慈姑观音，录音机放进去，咨询记录。来，叶妈妈，你再说一次。叶妈妈，我们每次这样掰过以后，身体、心理有没有感觉比较好？没有，是很舒畅。但是吼，怎么了？拍谁？我只是想问，对我们家弟弟是不是没有笑？他已经重考第二年了，我每天都有在办，都有在求，但是他成绩还是没有变好，是不是要补助补功德金？功德金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做，我会更努力办啊。练财练财，跟我说要怎么办？不要紧张，这个一定有方法，我会再教你。拜托拜托，何老骗钱啦、啊！相信这种鬼东西。我想确认一下，你告诉我的方法真的有用吗？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。我都有在念经，可是那女的还是不肯跟他离婚啊。我们有都有在一起念了。我们念这个要真心诚意啊。真的有念了，有缴钱，到底？哎，下一个。你这个神棍，那个符根本没有用啊！神棍先生。我有录起来哦。十年来，我每个月都缴这么多钱，大小事都办。你不是说慈姑观音什么都帮吗？我爸也相信你，后来才没去做化疗。你明明说可以多活两年的，现在人都走了，最好解释清楚，不然我一定告你。哦，东窗事发。哦，所以说这个本来是召集这个所有信徒的会所。有没有？就后来他是要被告了之后，整个就这样子宽宽的逃潜逃是吗？逃走了，啊、哦，只剩我一个人还在这边迷这些有的没的，是不是？啊，神棍啊，再相信这些奇怪的邪魔歪道试试看啊，让你身败名裂，跟毒品一样。哎呦 ，Oh my god， 现在怎样？往下走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我曾经来过的地方是不是啊？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常常带美心来这里啊，对不对？那是真的是那个神棍的公寓啊，何老师的公寓。哎呦，哦。喂，陆先生，好，你听我说，你先把蛇酒准备好。你家有没有浴缸？蛇酒准备好。好，那就在厕所就可以了。厕所。叫美心听话，照我说的做，一定会好。根本就乱骗了。别担心，要坚定，心诚则灵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有好吗？感觉并没有。嗯？为什么有个人在那里？是我看错吗？喂，你好。哦，陆先生哦。啊，是，我知道。嗯。这个哦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紧张，这种事情急不得。这个仪式本来就是轻者当日，轻者当日见效。你要对美心有信心。结果美心也是这样子挂了。你有耐心啊，不要去打扰他，让他慢慢泡。慢慢泡。不要开厕所门好吗？好，那你有问题再打来，我都在，我一定帮忙啊。结果美心活活饿死，啊，都不接了，后来都不接了，骗完钱都不接了。
啊，再相信这种鬼神试试看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我不是捡过了吗？哎，这边进不去了。现在时间是几？10月7日。这就是我们那时候事发地点嘛。现在卡在1:50几分了，1:55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怎么都烂成这样，血水是不是？哦，这边已经破烂不堪，有没有？姐妹，那我老婆到底是死还是直接离家出走啊？她说带着我们一家人，带着一家人离开，自杀。哎呀，这也太恶烂了吧！插了一炷香，然后画这个有的没的。哦，观天地人间，完了，我觉得美心应该泡在里面，说不要去打扰他，都是骗人的。哦，可以动。10月29日下雨天，下雨天，妈妈很久没有回家了，我很想她。妈妈离家出走，除了那比较苦，可是越忍胸口越不舒服。有一天，就开始不能呼吸了，开始不能呼吸。爸爸说这次不用看医生，不用看医生。明天我们去看何老师，病马上就会好。但是爸爸一定不知道，我已经有治好病的方法了。我已经折了好多好多郁金香了，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放满整个房间了。可惜爸爸最近都忙着拜拜念经，没办法陪我一起折。只要折到和故事里一样多的郁金香，我的病一定就会好了。病好后，我要继续练唱，变得更厉害，唱得更好。然后总有一天，一定会实现我的生日愿望，变成大明星，让爸爸妈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我唱歌，大家开开心心的聚在客厅。我好喜欢那个时候。可惜回不去了，小女孩。有梦最美，爱相随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是梦到这里，梦到这里，失望的人，这次没能红了眼眶。我们让大海淹没了嘴，享受着心酸。他自己动。混乱的光线里，我闭上眼去看。所以说，最后的结论是老婆离家出走。他说他把老婆当成邪魔歪道，是不是把老婆拿去泡啊？那老婆死了，小女孩就要去浴室里面泡酒，也泡一泡，并没有好，也挂掉了。其实我还是没有完全了解最后大家的去向。
全跑了。住了。我还想和你谈论宇宙和天空，或是沙滩里的碎石和人生。你会不会还是坦率地笑着我的荒唐？无处混乱，又无处失落。转过来看着我，结束了。爸爸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吧。一起到天国去啊？不对，一起到地狱去了，这样子。没了。所以说，就是美心就是真的也死掉了。是我没有什么主意，没什么注意看细节，整个在水缸里面的应该是老婆，是不是？然后女儿去泡在那个浴室里面嘛。所以他老婆最后就是被迷信偏方，被泡在浴缸里面，不是泡在水缸里面。哇塞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还有后续吗？听说这个游戏结局有不同走向，是不是？下一张。有声音没有画面，哎、欸，我在看电视，然后呢？我就一直坐在这里看电视，我中邪了这样子，还愿，哎、欸，继续新章节，奉献回家。哦，我这边有那个四个章节。他这个游戏没有多结局吗？我在想说这个游戏有没有多结局啊？还是说这游戏真的结局就只有这样子而已？啊，算了，我也不太了解哦。反正总而言之，这款游戏呢，啊，还愿啊，台湾制作团队制作的赤足工作室啊，赤足游戏工作室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哦、啊，那有这个内容的话呢？啊，你们可以自行好好的去品味一下，我个人觉得值得再玩一次哦，因为毕竟老头是一周目嘛，所以说还有很多细节没有慢慢的去体会。反正总而言之就是，啊，这个美心莫名生病，然后呢，爸爸就是为了要治愈他，啊，然后去信那些鬼神，搞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啊，所以说呢，奉劝各位。不要再过于迷信那些有些有的没的，好不好？用这款游戏来警惕一下你们啊，能够相信，但是不要沉迷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么今天这个游戏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好不好？如果赤足游戏还有出新的系列的话，老头一定奉陪到底，好不好？支持台湾的游戏，非常的棒，个人觉得蛮赞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先到这兒，如果喜欢我片的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喜欢换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。不是，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见面了，拜拜。